来贵阳吃早点，一个月不重样。一号打头阵来碗香辣素粉，二号去吃糯米饭，三号去吃湖南面，四号去吃豆浆油条，五号去吃高巴稀饭，六号去吃肠旺面，七号去吃水城羊肉粉，八号去吃豆花面，九号去吃水饺，十号去吃遵义羊肉粉，十一号去吃鸭块面，十二号去吃碗耳糕，十三号去吃鹅肉粉，十四号去吃牛肉粉，十五号去吃鸡丝豆花面，十六号去吃水煎包，十七号去吃豌杂面，十八号去吃馄饨，十九号去吃干鸡面，二十号去吃脆哨燃面，二十一号去吃甜酒吧，二十二号去吃砂锅粉，二十三号去吃叉烧圆子粉，二十四号去吃蹄花粉，二十五号去吃鸡肉饼，二十六号去吃炖鸡饭，二十七号去吃破酥包，二十八号去吃辣鸡面，二十九号去吃小笼包，三十号攒底去吃真丰糯米饭和豆沙包。